吃呢，还挺爱吃呢。吃吧。吃吧，饿坏了，真的是饿坏了，肚子都瘪了。这小狗估计不看，如果没看到它，估计搞不好就饿死了。这毛都湿了。哎，叔叔，你知道这个狗是谁家的吗？这小狗是谁家的？这小狗在那边捡到的，看呢。也不是野狗。野狗啊。野狗是这烂狗子饭。哦，谢谢啊。野狗，野狗它也有妈妈的吧？不然它怎么？肯定有喂它的，我帮它找一找。小熊狗老实的啊，得，揍你啊！可乐，喝点水来，这儿呢，这儿呢，这儿呢，来，这儿呢，这儿呢，来，啊，这儿的水。渴了，刚才吃蛋糕渴了。我先抱着它，这边是停车场，偶尔会过车，所以感觉挺危险的。这边都是车，你看。然后它刚才身上的毛让我擦干了，我估计这水就是这个楼上面这个滴的水吧。刚才问老乡说是野狗，我刚才摸了一下它的毛，就摸它身上啊，皮包骨，真的是皮包骨。看没看到这边就是往下流的水，应该就是居民用水嘛，把这小狗身上都弄湿了。这前面应该是它狗妈妈，去看一下。这个好像不是它妈妈，这个也是小狗。小小过来，小小，这是小狗，你看这狗也不大，这公的母的，好像也是母的。小小过来，我说揍你是不是？我记得昨天有个小狗，不知道是不是它，就在这前面，吃奶。有个大狗，这狗妈妈现在在哪儿呢？我还没有找到它妈妈，应该是出去吃东西去了吧？没办法养，我已经有一只小小了，我车就那么大，怎么可能养两只狗啊？哎，它这么小，刚才看了一下，它有牙。但是牙很小，你看它这个眼睛就像一层膜一样，应该是小狗，估计一个月吧。怎么办？这可怎么办？我一会儿回车里边拿点那个肠什么的，找到它妈妈的话，喂它妈妈点肠吧，蛋糕什么的。好可怜。这边有只小狗了吗？应该也是小狗，你看这边经常过车。过来，小小，过来，过来。我拿点吃的吧，喂这个小狗。这个狗感觉也骨瘦如柴。你看这边经常过车，这种小狗的话根本就不会看路，在这种路上很容易就被压倒，太危险了，好可怜。小小过来，我先把小小放到车里，然后拿点吃的喂前面那个小狗吧。没有能力说这个。把这些小野狗啊收养，但是说见到的话，喂它点吃的还是可以的哈。小小过来，啊小小啊，我看你咬它，看我揍不揍你，嘚瑟。我现在在车里边拿点吃的给外边那个小狗，那狗看着也不大，特别瘦。看这只小狗在这里边趴车底下。我给他拿了一个这个蛋糕给他吃，喂他吧，来吧，过来来。这小狗怕人呢，我喂他这蛋糕，给他扔两块他都不吃，躲很远。我走过去他就跑开了，怕人，估计是被人打过吧。往前走走，正好帮他找妈妈。给他个吃的，追他好远，你看他一直躲我。毛毛，过来来，来，怕什么你啊？过来，跑哪去了？你看，
他一直躲我，算了，跟他没缘分，不给他了。现在找他妈妈去。刚才看这边有只大狗，不知道是不是他妈呀？找找看。我只能在这边待到五六点吧，四五点五六点这样子，我就得出发了。你妈妈在哪儿呢？怎么不管你了？